单词拼读速记第35天来了，今天咱们来学习一个辅音组合 N 和 G 的组合，读作嗯嗯，把你的一根手指放在鼻子上面，看看在读的时候有没有震动啊。嗯嗯，如果有震动说明就读对了。通过几个单词来练习一下啊，元音是 A， 前面的辅音是 K， 可 E K， 辅音是嗯可 E 嗯 King， 元音是 A， 前面的辅音是 S， 则 E C， 辅音是嗯则 E 嗯 Sing，也就是说大家只要看到 ing 组合它就读作 in， 因为这种单词比较多啊。元音是啊，前面的辅音是了了啊啦，辅音是嗯了啊嗯 lang， 元音是 o， 前面的辅音是了了 o lo， 辅音是嗯了 o 嗯 long， 元音是啊，前面的辅音是呵和啊哈，辅音是嗯和啊嗯 hang hang， 元音是前面的注意前面的辅音组合 WRWR RU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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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UR， 辅音是嗯 RU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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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UR。 好了各位，赶紧学练习吧。